今天这款点心没吃过的朋友一定要尝试做一次，软糯鲜香，特好吃，也是我们这特色美食炊圆。先将葱姜花椒泡水，然后肉末加葱姜水，屏幕上的调料搅拌均匀。调好肉馅之后，我们准备和面。糯米粉、粘米粉加少量的猪油，然后用开水烫面。面团揉光滑之后，盖上保鲜膜松弛大概10分钟，然后揪出每个大概20克的剂子搓圆，再用大拇指捏成小碗状。装了馅料之后，可以用虎口将收口稍微收小一点，也可以把它收成小蛮腰的形状，就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然后上锅蒸10分钟左右。蒸熟之后，看到是不是就特有食欲了？吃之前再撒一点葱花，然后上面再淋一点生抽，就更完美了。炊圆这样做真的特好吃，软糯鲜香。有时候晚上我们吃夜宵去的话，还得排队。